Hello 老师，今天我们来欣赏网友吕旭的投稿操作。我们看看他这个是吴爱罗疾风吴爱罗对战这个四尾鸣人啊。以前好像就看到吴爱罗和鸣人大战是吧？我们今天要看看这在游戏里面的大战是怎么样的。这时吴爱罗被搂了啊，搂到天上，看一下加德达，好可怜啊。这时候要是吴爱罗能变身，变成那个一尾的那种状态是吧？那就牛逼了。然后这时候一提升二技能，然后对方开始喷火，然后一技能。把对方抱住了，抱住之后，然后插起来，哎呀，这个时候四尾鸣人被插住的动作还是挺优雅的，然后招出了个元魔，哎呀，这么快就招元魔，顶啊顶，一二三顶他，再来一个一技能又把他给吸住了，吸住之后，哦哟，准备二技能，对方替身之后连诱，这时候赶紧跑的对方马上往回喷一技能，给喷起来了，喷起来，然后再来一个二技能，敲起来敲到天上去，然后再平 A， 哎，这时候落地保护，保护之后起身就是一技能之后，然后二技能对方替身，对方开始喷火了，躲开，这是一身一滴血，只要掌握机会，哎呦千叉，哎，居然最后被一巴掌拍死了，好可怜啊！